练武术的，对，而且我是前桥州的一名武术演员。哦，我翻最好记录是10秒钟可以连翻30多个。10秒翻30个，哇！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您叫什么呀？来自哪里？我叫马龙，来自陕西榆林。嗯。今年36岁。我在我们当地有个人称，塑了个外号叫"跟头王"。跟头王。对。就说10秒能翻30个。 那你我看您刚才翻了三个呀，要不您的30个也给我们展示一下？今天可能展示不了了，因为我现在这个左腿抓的是一只，所以实在没有办法完成了。哇，竟然装着一只，竟然还能翻这么帅啊！哦，真的，这是发生了什么呀？我是2006年11月的一天，我在我的西安，当时候是演出完和几个。 刚认识的同行去那个网吧下载一些表演用的音乐，我记得在网吧待了不到20分钟的时候，就我对面，旁边大喊有人抢手机，我当时候小没小，我说还有人敢抢手机，他就追了出去，完了我也就跟着追了下去，追了下去以后我看到几个人围着他，其中的一个是直接抓着他的头在打他，还有几个直接踹他，他当时鼻子里边全是血，我当时想把我那朋友旁边解这个围。 我也直接就吹了上去，和对方对齐的时候。后来就当时一个贴比较黑，我感觉我的这个前额这儿被刀好像给铸击了一下，顺着血就流了下来。我这才看清他们每个人是个团伙，每个人手里边都拿着砍刀，就这样，他们当时就没有考虑的余地，一刀一刀砍在了我的身上。由于我当时流血太多，渐渐的我就昏倒了过去。 其实我这只血来的时候是24小时以后，在医院里了，还偷看到头顶上方那个红色的输血带在往我身里，身体里输血，失血很多了哈。全身，因为我当时伤比较严重，背上、腿上都有，多少刀啊？当时一共是20多刀，我的天，全缠满的是那个白色的纱布，也都渗出了鲜血。就这样，想没想到一躺就躺了3个多月，就是我到3个月头上的时候，我腿已经变得就是变黑发硬。 医生当时就用那个小刀，可能去过骨科的，知道就是我这个左小腿当时这个肌肉，就像这个地方全是一点一点的刮掉，肌肉全坏死了，叫腐肉了那个时候已经化脓了，就等于是每天坏死了，还会感染。就是我记得最严重的时候可以高烧到几乎每一两天都会有一次高烧到40多度，骨科呢主治主任给我说，你这个腿你必须要截肢。 不截肢的话，可能就影响生命，会继续坏死是吧？对对，因为没有办法了。哎呀，我当时其实听到他说这个截肢的时候，我当时候感觉他在跟我开玩笑。我说我这翻的这么好，腿截了，我再怎么生活？当时就有了轻。